人在没有的时候，什么都要，这很正常。当什么都有的时候，还什么都要，不太正常。当一个人对所有的一切很知足，很满足，很淡定，很慈悲，很感恩的时候，就是人生清醒之时。对发生的一切要求也清晰，看大不看小，看整个森林不看一棵树，看小不看大，看一棵树不看整个森林。凡事都有一个过程和经历，是位置、时机而定位，无法强求。当今社会，会说真心话的人不简单，真了不起。不同的缘分，不同的性格，不同的生活，不同的体会，不同的领悟，不同的世界，不同的未来，不同的结果。善济医社义务执行主席拿督司礼卓顺发太平绅士与您分享。